放分网络电台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咱今仔日是星期假日，咱用较轻松的心情，感官游玩邀请到单兆成老师，伊是对咱的台语、对咱的故乡的这个文字啊，要来今仔来分享，和咱海内外的乡亲士大共同哦来享受一个美好的这个星期假日，咱知影。在海外有的国家是拜六，咱这是礼拜安尼，希望讲咱会当今仔日用快乐的心情来分享到这个兆成老师伊的这个台湾文学的这个旅游啦，甲你唱伊的念伊的作品，唱伊的诗，唱伊的歌安尼。好，来兆成老师，请请安问好一下。咱。风云网络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今日要来讲的吼，就是阮宜兰人的故乡吼。我到宜兰，所以讲对宜兰有一个怀旧的感觉。但是离开故乡已经差不多啊三四十年了，慢慢老了吼。所以有一种怀旧的心态时阵，对较早故乡的代志吼，特别的少年。这只我写首诗吼，叫做《故乡代》。这个故乡代是写迄个阮宜兰市的迄个宜兰船，吼，宜兰船甲宜兰河是无共调的吼，就是讲宜兰河是大条的，宜兰船是因宜兰河的水入来这个街市安尼，设一个连灯啊，设出去，吼，所以宜兰船本身较早迄个景致真水，就是讲上边有路，边啊有厝，这个船水吼。准高贵是弯的，边有种真一排吼，差不多两排啊，小插的这个水流，我甲写起来，写起来感觉，较典型的所在有人咧洗衫，吼，尾啊嘛就是有一挂阿爸上弄的，阿姨上，吼，弄个底下坐伫天椅啊遐，不分啦，开讲吼，我甲写起来，咧感觉吼，但是真较不幸就是讲，因为都市不是发展的关系吼。咱台湾拢是惊甲挂甲盖起来，盖落到底吼，啥物拢无了了，吼，啥物拢无了了，那是树啊出个空空啊，就是鱼啊掠甲无甲无法食去啦。迄毋是掠啦，死去啦，伊无法度活落，用暗土空起来了，无空气啊，无茶，无草安尼嘿。只有是安尼写诶，大船到故乡树，弯弯插白诶石榴。柳叶嫩，柳枝长，伸入去水面找鱼啊耍。鱼啊，掠作是钓鱼，耍到规阵，阁真兴奋。凉风心色，一阵阵，年年拢有春。大船到清气上，水草生到一大球，大可日伊那咩，囡仔上爱拍网球。透早到边好洗衫，尾阿妈阿公啊，天底下。拨一支风吹，阁真声呀！啥人的阿爸？大船到故乡台，船到看挂又何奈？繁华大街变天日，鸟仔嘛煞好悲哀。四野美景寸几里路，敢讲无路西，敢讲无路西。将金针鱼见袂着，柳叶白。将金针鱼叫。见袂着柳叶白，大船到故乡树，弯弯插白的细柳，柳叶嫩，柳枝长，伸入去水面找鱼仔耍。鱼啊，掠作是钓鱼，耍到规阵阁真兴奋。凉风心色一阵阵，年年拢有春。当叮叮当当，大船到清气上，水草四甲一大球，大可日伊那妹囡仔上爱拍棒球。透早
到比伊好洗衫。你阿妈阿公啊，提伫遐，卜一支薰吹阁真正影，谢人的阿爸，当叮当叮当，大船到故乡台，船到坎坷又何奈？繁华大街变天日，鸟仔嘛煞好悲哀兮。历经春季日落，敢讲无落西，敢讲无落西，将金沉鱼，记袂着柳叶白。大船到故乡台，船到坎坷又何奈？又何奈？啊，感谢哈，咱啊。这我咧想啦，啊，住伫个海外，啊，搁想着故乡迄条船篙，头啊有人伫遐洗衫，有人迄伫遐在掠鱼、掠河流，啊，有虾啊，啊，搁钓四卡啊，啊，尾啊呢，暗土来砍砍的了，啥物拢无存吼，即种的迄落悲哀，讲，最后讲啊，这个啊，船篙砍挂又何奈？繁华大街变天日。鸟啊，马煞好悲哀啊！诗意的美景存记伫，敢讲无落西吼，无落西啊，无落好去就对啦。这个无落西，咱台语有两个意境吼。嗯，这个是讲啊，无落西啦。嗯，啊，无落西。嘿，无落西哈。啊，这无落西就是还有一个意境，就是讲，敢讲无落落好车西嘛，啊，就是车啦，车拢坐个到底啊吼。经过迄个都市吼。哇！迄天我有看一电视的一个镜头，看到日本迄边镜头，竟然还阁留着咱台湾迄种的感觉，就是讲伊迄个狗是拢无干活，是好好滴啊，啊有树啊，迄个感觉安尼吼。对。啊，所以讲有一点啊，一个悲哀就是讲，啊是家在，阮依然吼，虽然敢讲有的所在是砍过落去，但是有的所在较有要建设，就是依然是出一个东山河嘛，吼，啊阁一个罗东运动公园吼。我经过真政府本身的真大的建设，但是较早迄个旧的基建吼，煞变无去，吼、哦，这边差真济吼。啊，佫一个是罗东，罗东这南门河吼，嘛、哦、是一个真大，予人感觉讲真怀念的所在吼。啊，这南门河吼，我写修南门河就是讲，因为我罗东嘛捌住过，吼、哦嗯、啊，有一个讲听讲美国吼海外。海外回来吼，啊，因真久毋捌回来，啊，讲回来到时讲要找南门河，我找无啦，摸无，啊，摸无当要哪创，啊，就去找电工所，迄人早是嘛是要去电工所，啊，因为伊有呐，这个人真心实，就是讲，伊甘愿出一寡钱，我拜托讲电工所讲，无你乌我看啦，因为即马都变暗交去啊，我讲你乌我看卖，看下底是生啥款啊咧吼。啊！即原来了未少钱啊，叫他懊悔吼，你懊悔还佫砍吼，还佫了一寡工程的钱吼，即懊悔哦，变暗交，变臭毛毛的暗交，但是真无奈，尤其是这南门河本身老家这个性木病遐的时阵吼，就是佮破坏病遐的所在时，伊有一个落差，啊也有一个水门水墙，呸吼啊！进前吼，伊个水本身顶游吼，伊嘛是有水声，哎，水声我那袂歹听吼，所以讲有一个感觉就是讲，南门河感官感官，啊，宜兰村感官感官，吼，啊，我就是讲啊，因为我罗东也捌住过，我不如甲写写我南门河首歌吼，啊，这个歌本身是爱袂闲，但是诗已经完成啦，吼，讲阮故乡南门河，细汉上兴遐佚佗。出外几年唔捌到，难得回来煞茫无。想你最清讲讲老，走出的美声是遐尼好。南门河啊，走去倒，凉风不溜水凉波。会记你，
会记你几摆阿婶，你说啥？有通忘啦，有人着，目一日呢，一切怀旧已失落。南门花走去倒，无意远去扑爱问圣母，眼看圣母面悠悠，点点同款心皱皱。南门花，南门花，幼稚的怀旧怎失落？怎失落？一首会当唱，嘛是当唱，但是因为我没努力的嗲吼，也无够真实吼，所以也是咱先放伊，放伊可以大，慢慢啊大，大到够熟的时阵，咱再慢来吃，咱慢慢啊吃，吼，吃到咱这个东山河，搁会当翻魂起来，再过来唱安尼。南门河，南门河，对啊，南门河嘿，因为哦，一挂人哦，拢就是讲足侪代志，拢就是讲违反大自然吼。即有一个什么准高声吼，拢无爱去整理，互伊活起来，结果拢家就是讲用暗土家砍砍的吼，拢无代志安尼。其实吼，迄是对对心态也好，啊对咱的这个地方的这个人文的这个记忆也好，拢损害真大。啊，你即马要过来介绍的是这个，我乡土经验吼，大部分拢是宜兰较济，宜兰庄卡吼。啊，宜蘭莊卡本身有一个感觉，就是讲，我本身做餐人嘛，爱做餐，爱拍拼。啊，做囡仔时阵，我那个钢桥吼，有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就是我那钢桥不是乌木头桥，是叉桥。啊，叉桥嘛不是一般叉做的，是从房啊甲开开一下呢吼。啊，坐咧车咧过时阵，那冲啊就过去了吼。那钢的是有较悬嘛吼，无可能我白白咧过。因为钢有钢花嘛，吼、哦，啊，但是这钢桥花，迄、那个钢桥，迄、那个插板吼，你又是什么物件呢？竟然是，钢插板啊！吼，较早咱拢有这个经验吼，啊，伊钢插板吼，钢插挂炕餐笑吼，啊，开了个好势好势吼，啊，伊用一朵花，啊，我写出诗吼，啊。无妨个，念出来大家心识看卖，就讲，啊，这个感觉真趣味吼。我先念这个大江桥的东大江花，啊，再来念这个大江桥吼。啊，大江花是因为我咧讲吼，迄个花吼，真正哩悬，啊，佫真正哩宽，啊，所以讲生真侪野花啦、竹木啦吼，啊，无所不至就对了吼。啊，但是内底就唱一寡蛇啦，甚至讲鬼啊。会感觉吼，啊，我念一个心事，讲咱较早迄个乡土经验吼，应该是真趣味的代志。大江桥，大江花，江花真正宽，姑娘说慢来吃，野花丛往爬爬，好大好大扫落去，江底来望哪来望哪，大江桥，大江花，好大来望哪，未望哪唔通换。生活暗山有鬼啊！听讲美国飞机来扫射，有一个掠仙鱼啊死伫遐。你甲看，你甲看，迄边竹毛生几只，内面有烂蛇。若要治小命，大先爱看破，看破，看破嘛，就转来去吃阿母煮的番薯签糜配高丽菜干。迄个你即马咧讲着讲有迄个梦神诶，有鬼啊！迄种较早咱囡仔时代家己吓惊家己诶，即马来讲是较无人在讲这啊吼。但是确实有梦神诶吼。安怎讲？我即马佫念起收落去，你就知影讲确实也有梦神，是安有梦神诶咧。因为钢桥吼，迄、那个桥本身，迄、那个插板啊吼，是。观察是，你头壳底有一个联想嘛？啊，佫无定定较早人吼，有阵时实际上迄个囡仔吼，啊，比如讲出世就个，就过身去吼。有当时啊，无钱叫土公啊去打的时阵，你叫土公打，你嘛爱了几千钱啊？佮当个提去，嘛提到山顶个咧挖一坑啊，个打落去。但是有阵个咧处理的时阵，钢条佮弹落就是。上好势啊！所以讲唔是无梦想，我来有呢。啊，较早个咱咧思想讲一个问题，就是讲，古早讲一个寺庙，
死鸟吊吊树头，死狗放水流。嘿，啊，你吊树头，你感觉吼，你嘛会感觉足足惊人诶，惊人诶吼。啊，只鸟伫咧所在安尼吼，吊伫遐，啊，狗放水流是伊咧讲流一个都较害险嘛，对，所以吊吊诶嘛。啊，所以讲较早迄个感觉吼，其实到处拢梦神诶。拢有阴魂就对啦，即卖语言讲有阴魂啦。啊，小可聊聊无注意，就去魔神啊看去啦。吼，啊是无同个无同个所在，是讲较早个人是个人去魔神啊看的，啊即卖唔是，即卖是整个台湾去魔神啊看去啦。啊，即卖是无办法个代志啦。啊，你唔是讲袂当讲政治，今仔日家己无爱讲政治。我无讲政治，无讲。这个政治无关系。这个政治无关系。好，啊，即卖刷嘞，这个过江桥，讲阮遐有一班过江桥，古早是拆桥，几块高房啊，夹做伙，行过过一游，看尽观察观，窥探笑，害人惊甲喘一条，脚底裤啊，目睭一个叫，工地深深，强要看袂着，冲啊冲啊，水面干准有一支水龟啊手。地下酒，惊死人了！安尼你会惊无？小看小看，小看会惊吼。啊，我咧工地开始进深，因为迄个钢桥一般拢惊大水来是流着，叫淹着，淹着迄桥一定迄一寡茶拢流落去，啊，所以钢桥拢创一个特别悬。啊，所以讲你顶头看到嘞是深深，来嘞，安尼来哦，紧来，你唱一下招，来哦，来啊，紧来哦。啊，即嘛一日有咧感觉，两个都啊咧感觉，大家咧一下走啊，吼，算啦，啊，即咪要过时，拢个冲过哟。嘿，啊，预期较不严的时阵，吼，啊，即只我就是过来念书，过个心息的讲鬼压会，吼，即个鬼压会一个是确实有鬼压会，吼，确实有鬼压会。但是是不是鬼的火哈啊？这个另当别论哈。但是确实，古早有真侪鬼的火的故事。啊，我这是我家己亲身经历的一个鬼的火的故事。哈、哦，这伫阮兜这个内面啊，迄天伫买暗的时阵，阮规家伙都食饱，差不多啊八点外要九点的时阵啊。哦。看讲，哎呀，天鬼啊火啊！我怪呀，火管咧走咧走，怎怎咧？哎，真明显是江桥迄个所在，我拄仔伫讲咧，讲远去啊！啊，阮规阵拢在看嘛，啊，看到尾啊吼，真经较无胆诶，阮阿姊啦，阮等于讲查某大部拢走，常常伊面袂得意。又感觉做无敌诶无？迄阵啊？未啦，未无敌啦，其实咱阵啊吼，颠倒吼，我感觉讲较无敌吼。颠倒可能较心塞，啊！你即卖人吼，大家感觉讲伊足强的吼，伊拢八年哦，种地嘛八三八班吼。但是问题是你啊，旱季吼，旱季吼，那个水底用防那个虾沙是足紧的啦，五分钟就熟啊，免五分钟啦，三到三分钟就会食你啊。无讲种地哦，吼。无讲，今仔无要讲种地。几啊岁？讲有一个热天的暗暝。无话嘛无声，突然暗中几把火，佫会跳来煞跳去。阿母讲，迄都是鬼仔火，人伊细汉不时嘛看见。咦，规日囡仔就伫窗门边，愈看愈好奇。阿兄、大兄有较啥？讲迄不过是人的化学作用，毋是鬼仔，无啥物。话者讲煞，鬼仔火竟然会生气。快皮变化一两百米，其中有一搭白白很神秘，豆豆啊，豆豆啊，飘下来一声大兄嘛煞吐大字，大家点字字。阮甲看较真，无脚无手，佮无头壳，敢会是无头鬼啊？走来讲创治。阿爸，是等神勇，门拍开就要出去，阿母出声甲东讲。你唔惊鬼，甲唔惊蛇，那互蛇咬着，你就死哦。时间经过真正慢，无等阿姊早着走去棉被底面，无头鬼啊，要是一直咧震动，一直咧震动，一直一直一直飘，飘到阮兜拄顶边。鬼丁，目睭睁大蕊，唔敢呢，唔敢呢，哇，哈哈哈哈，无头鬼啊，原来是阮迄个吉文阿叔。简单穿一件水裤衫啦，
一颗隆重隆重，看着阮笑眯眯。啊，是不是有影鬼啊？人惊人，人惊人都会惊死人，有这鬼啊！啊，确实吼，有神鬼就是安那讲的，因为我咧今晚前去当初读建官下下吼，啊，伊较爱做官吼，伊读建官下下，啊，拢爱训练啦，啊，身躯那曝甲，安尼乌索索，乌索索，看拢无吼，水鬼啊乌索索，啊，但是穿其他水裤仔啦，较早水裤无像只短短讲三角裤，到脚头乌遐啦，较无啦，较无，较落来一丝，脚头乌搁较起来一丝啊，对无？脚头乌迄是啥？迄是阮老爸穿的啦，啊，甲下一辈来吼，啊，大部拢穿裤较悬淡薄，啊，愈穿愈悬，愈穿愈悬，即马穿甲变做啥呢？尻川高都走出来，对对。啊，搁迄个卖因叫穿迄啊，迄脚压起来。啊，咱无讲政治。哦，好，啊，无，迄甲政治无关系啦，啊，伊就伫阮遮楼骹，这个国小啊，伊迄脚安尼压起来，一二一啊，讲叫人正，迄个镜头为正面翕起来，啊，翕起来人看讲，就这么一点点哦，也不回去养大一点才出来秀。不是，这是无心机啦，因为这个人吼。希望讲穿愈少方看吼，啊，这狗吼本身即马较早是无穿裤的啦，啊，人即马狗嘛不穿裤的，不穿衫的，吼。好啦，你唔好讲个，急死你啊！无啦，看是人的目的，迄个爸爸送的，人迄漂亮的女明星的怀里那个狗狗啦，哦，好啦，好啦，好啦，嘿啦。所以你甲看吼，就是讲这个物件吼，就是讲，迄水果长得白白吼，啊，远看时阵。敢若看一只白白面啊，啊，佫会叮当呢，啊，即马一声就无法度去解释啊，吼，我大兄就无度解释，所以讲伊都说讲到底啥，伊卖错着。所以讲你，迄个咱有时啊，咱在过程内底，其实吼厝内，无论你好也善家，啊，你若是讲有这甲厝内的人伫啊安尼，你大汉了后，还佫会记得较早的代志，还佫佮伊换做文字的时阵，就感觉足。做迄落回忆拢足甜蜜的安尼，嘿。以前啊，恁兜你细汉的时阵嘛无，恁兜嘛无讲介好嘢嘛。阮兜是偏恁兜有较好嘢淡。恁兜的厝有壁，啊，阮兜的厝。嘿，无壁。嘿，阮蓬荜生辉哦，啊，墙壁还不知道在哪里，啊，灰呢，拢升到那个天空上去安尼。啊，嘿。啊，是，我较早吼，阮较早是。进山啦，阮古早嘛进山，啊，到尾啊，开垦啦，开垦啦，啊，搁咧开垦的过程中，可能是受真济苦吼，啊，可能向做咱原住民吼，有较好斗阵啦吼，啊，听讲你啊只田螺啊吼，甲放不一不晒啊，伊即摆迄个田螺落去要搁退后，啊，三退后四退后，伊田就愈来愈细枯，愈来愈细枯，啊，你讲啊规矩就别话就好啊，爱就别啊吼，骗话啦吼。啊，所以讲，迄人做那阮陈家迄田吼，田两处土地，听讲是几落十家，搁几落十家，四脚飞袂过吼。啊，即个员工目睭看拢阮个，吼啊，但是尾后吼，嘛是感觉失败，就是大庄都是大吼，分开了，慢慢啊，哎，都规个拢败落去。分家分一区啊，分一区，才一时啊，就流失去啊，啊，即个乡土的经验就是讲，较早因为爱做田，吼，啊，出去都爱拼，啊，拼的时阵，咱做囡仔是无啥物物质啦。啊，阮老爸啊，讲你叫阮去买一包粉吼，啊，咱都爱坐恁车哒哒，滚，爱去买一包粉。啊，有呾嘛无金甘糖啊，金甘啊糖糖啊，变因为钱无够。吼，啊，就差不多三五届啊，才有一届有金甘啊糖，但是嘛，大家。真欢喜啦，吼！不过啊，拄到钢桥迄个龟啊钢桥的时阵，我是用冲的过，咚过去。啊，金甘蔗糖啦，摕上来，你煮两个啊，啊，就塞伫迄落阿兄也是小弟的嘴讲，换煮两个，佮佮挖出来，佮这个佮煮两个啊。较早一粒金甘蔗糖，规阵囡仔拢安尼食，嘿，迄阵啊拢安尼，迄个日子嘛在过，迄是即马想起来，好只囡仔，哎呦，没有卫生哦，迄不可思议的代志。啊，其实金甘蔗糖也佮无讲真好食，上好食是啥物物件？鸡鸭饼，唔是，是。我想笑脸迄个米阿哥，啊，米阿哥啦，嘿嘿嘿，啊米阿哥，但是我三公四公变米阿哥了哈，
啊，阮迄边较无人袂招来过，招来过大部分机器人伫边伫食，啊，就是马庄跟鸡啊，你看嘞，啊，马庄跟鸡啊本身伊较会咧招来过吼，啊，阮是爱食迄个比亚哥糕饼吼，哦，迄个乌干的吼，伊来卖些较早用担的吼，啊，就嘎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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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起来，迄个用做的吼，啊，嘎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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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啦嘎啦，啊，阮老母就看阮安尼。无伊啊，无伊啊，就是要食呢吼。啊，但是有那些无时也无文化啦，目睭经过人相中啊。啊，我就去捡一挂迄个铁钉啊啦。哦，啊，即有诶无诶，尽量去找啦。啊，见面啦，是哇，见面诶，来都。啊，开我较贵钱吼，啊，无搞两角银，两角银都欢喜噶。啊，都看我倒，看我倒吼，啊倒啊，怎嘛倒有诶时阵吼，好，迄边啊个有够香。那有够好食。有够香去甜吼。啊，佮伊咧透明，迄个感觉，敢若虎皮色个，虎皮迄个色个，有够水，有够水吼。啊，食到安尼，啊软软软软安尼吼，啊甘脆滴安尼，哦，应声难忘。我你安尼在讲哦，可怜嘞，我毋捌食过你在讲个迄个物件，因为阮兜较早住喺山内兜底，也无迄款个物件。啊，佮来，准讲你有做大戏，也是出来打人家啊，看到嘛毋捌去看到迄，若准讲看到迄。嘛，无钱好买。啊，即摆我特别讲一个故事啦，就是讲张麻子个故事。伊讲因遮艰苦，是安那艰苦。其实因是客家人吼，啊，因敢正经去哦，好多人甲关山顶去。听讲嘛，毋是咧，去哦，白白客家人关山顶去较有影啦。吼，敢是安尼？我有听你较早恁拗一个，吼，敢是讲有一批即个白白是客家人个，但是伊较有势力，啊，甲跟政府勾结，吼，啊，当啊将恁遮个人。去边仔头窜，啊！着老看财咩？好，安尼哦，刚才叫无听。无啦，咱即马咱若讲吼，拢爱指名道姓啊！若伊若听到，若唔对，会当来遮澄清。啊，我若有枉屈伊吼，啊，我会家回事嘞。啊，若无吼，啊，伊着欢迎去告我。不过是安尼哦，老看财先生，伊今即马告我嘞，再见喽。哦，再见啦吼。嘿，当初这个白色恐怖2028的时阵，伊嘛是安尼打着家己的这个。兄弟姊妹，即落血脉为头壳顶安尼翻过做大官，吼、啊、一路行来一路顺畅吼。啊，即毋知要讲伊是客家沙文主义，还是什么沙文主义，就嘛看。啊，伊就估计伊可能讲主人家己是即、這个纯正的中国人的款啦。啊，无哪会讲对家己的兄弟姊妹、家己的士大人遮尔啊残忍安尼？嘿，所以讲阮即个苗栗老家，阮的关伊到迄落深山内到底安尼，伫遐安尼在溪埔啊遐咧，在开开垦，在用迄落田安尼在生活安尼。所以是白白客人，啊个白白是姓老吼，照常是真哩无钱。搁家己的亲族啊内底。哦，搁亲族啊内底哟，啊天啊！一个共一个火房的。哦，好好好。啊，所以讲要抬坦白来就对啦。对，嘿，所以讲伫啊，卖讲政治，甲这甲政治无关系，就是国民党统治了后吼，啊，伊的这个教育就是讲，袂当互你一个家族，大家好聚集，互相团结，一定要甲你切割，甲你制造内底矛盾冲突，啊，互你家己去组迄落家己迄落骨肉相残，啊，互你安尼四散了后，结完仇安尼，啊，伊就会当。这边也当取着利，那边也当取着利，这边会当找到这个科罗，那边会当找到加勒安尼。这边会当赚新台币，那边会再赚人民币。哎，啊，佫会当赚美金吼。哎，对，嘿。啊，咱即摆恭喜嘿，即摆因为今仔日是国民党上好的日子，迄落有史以来中国人今仔住伫咧台湾，大团结，第一大团结，佫第一好嘢，佫第一有特权呢。啊，无你全地球的迄落中国人，哪有参就讲来伫咧台湾遮尔啊好事吼？啊，所以讲家恭喜啦，双喜啦吼！哦，遐尼双喜，啊，过来就是讲，你看，迄落汽油讲起到32块，32块算啥？啥？我一工起100块。哦，你心肝真歹哦。嘿，啊，我着恭喜啊，恭喜大家啊！汽油起愈悬愈好啊，啊，菜愈贵愈好啊，啥物物件只要坐车讲要起50块啊，起50块算啥？好大，伊就甲起500块，安尼你有欢喜无？安尼就比甲中国迄边的这个水平，就拢做咧游进来吼，无单件变比中国散咯。嗯，安尼咱就当好好。安尼就统一啦，啊，大家都欢喜啊。
啊，从此以后就天下太平，啊，大家拢食大锅饭，啊，唔免烦恼啊，你无做嘛有通啊食。过了幸福快乐的日子。哎、嗯，对对对，哈哈哈！哦，大家都高唱阿里路呀，嘿。啊，即嘛，转来，转来，过咱讲咱的诗啦吼。这甲拄只还是插播的尔，迄无讲。无讲政治哦，讲我的乡土的经验吼，我做囡仔的经验，啊，我即马另外写诗叫做《番仔糕》吼，即个番仔糕是真趣味的吼，啥叫番仔糕吼？可能较早吼，迄个山地迄边的即个，所以讲即卖原住民吼，较早是讲番，啊，其实平地嘛是番，番甲番拢平平是番，不过迄条番仔糕大部分会落来出草，拢行迄条路，啊，还有一条糕吼。相当的清气，啊，水相当的灿烂，啊，内底拢一挂石头，啊，较早狗啊吼，拢是安尼对迄个地形弯弯翘翘，毋是即马狗啊直直直足歹看，啊，较早相当有一个美景伫哩吼，啊，狗花绝对有属一挂迄落，上济就是姑娘溪，吼，啊，佮一半丛啊旧姜啊，吼，啊，佮野花。啊，当然啊，江花是更加看，歌较大无。啊，我将伊个写作歌的感觉哈，讲阮兜后壁番仔糕，糕仔水真灿烂，鱼啊虾啊一大阵，餐桌啦嘛真高。阮若牵牛去过夜，顺耍好食草。迄边花草有较旺，好穿草茎来个扫，扫到一尾蛇，可怜煞断头。番仔糕弯弯翘，番仔路转石头，看牛筋啊拿起盘，骑牛赶路用过走，牛赶紧走变起龙，隔壁阿飞啊挡袂掉，搬一个袂顶袂当，四脚掀开开，什么死翘翘？你原来较早捌做过牧童？不是牧童，迄个看牛筋啊。看牛筋啊，就中国人就讲牧童，啊，就较浪漫一个啊。啊，你若讲。迄啰三月时啊，迄啰三月时节，雾纷纷，路上的行人欲断魂。要问酒家何处有？啊，着牧童遥寄杏花村。啊，着你较早做过看牛囡仔着对啦。吼、哦，毋是像中国人遮尔啊浪漫。啊，这着庄稼人着、就是，你囡仔时代嘛不知啊，算起来吼，嘛不知啊，安尼安怎讲？真老练的吼。是不是老人做囡仔是爱食苦，就是要牵牛、爱打牛屎吼、爱出牛屎。啊，出牛屎这个物件是难免的。啊，牵牛一个好处就是讲，牛啊牵遐有草所，通啊食的时阵，无猪啊已经挂起来的时阵，你就较放心放了家己食嘛。啊，过夜时嘛真趣味，就是讲，番仔糕水是真清的，无像我那边的头前迄个狗啊吼，伊是干嘞。干嘞灌溉沟啊，啥是排水沟啊，水拢无清气，无清气的时候，拢安尼全土安尼，所以牛吼过得未爽啦。所以爱牵伊遐过的时阵，规阵的牛拢啊，我嘛牵一只，伊嘛牵一只，牛上惊啥嘞？惊烧毒。烧毒起来足害，因为牛肝吼，上惊牛肝甲牛肝牵做伙，你啊牛母就较无要紧，牛仔囝就较无要紧。我即摆伫描写这毋是牛烧毒。这是描写，这是这个看牛囡仔骑牛，我蛮想骑，但是我是拢较小心啦。我叫牛摔落来吼，咩命咧？哦，咱会听咧，唔是安尼讲咧。但是阮隔壁一个叫阿辉啊，一关东冲的啦吼，伊叫做姓沈哦，叫沈灿辉吼。啊，伊那已经嘛是已经过身啦，伊嘛过身啦。啊，我较早拢叫伊狄光辉啊，但是诗那咧写吼，可能啊。对人较礼貌一点嘛，讲阿辉也好，没事啊，直讲辉啊。但是阿辉啊，我唔是讲咱的李登辉总统，就是阿辉啊，我是伫讲这个。恁隔壁阿辉啊，阮东冲的阿辉啊。啊，这个阿辉啊，生得比较宽大，但是老皮吼，皮老干咧，规皮规面的安尼吼。啊，伊真好打，就是讲不时吼，爬起咧牛顶头坐啊，行咧行咧，啊伊无啥落来行，啊牛了较在，啊一般个也期盼吼。伊就伫后壁用手甲拍，二十下，啊，拍落去，哈，啊，牛就开始用安尼，用走安尼，唔是，走到边边起浪，起浪就变成两只脚同齐，吼，咱台语你会记得讲，走路吼，
咱台人人吼是两脚的啦，所以看怎样走，无可能跑的。嗯，啥物叫做跑？嗯，迄是精神啊，四只脚安尼，马安尼有两只脚头前头前当前吼，两只脚爱用身躯僵嘛吼，啊脚歪来，佮僵开，脚歪来僵开，迄条叫做跑。咱台语是讲走，吼，啊，所以台语甲中文无共的所在是，就是伫这个所在。哦，所以大家看比较。但你甲中国话差真济啊！真济啦吼！啊，所以讲伫这个所在，就是讲，这个阿辉啊真不幸啊！把咱卧下时阵吼，哎呀，安尼，这个牛就起浪吼，改成迄个西班牙的斗牛吼。嗯。哦，像美国迄种的无，滴驯牛安尼吼。嗯。啊，害两个安尼啊，就落下来啊！哎，翻啊路吼，就头往这度念嘛。嗯。啊，跋落来四脚向上天，规身躯疼了了，沉沉底下，有滴袂动，遐么四脚脚，像那遐么四脚脚，迄种来跋落来，着头壳着温死。对啊，啊，若搁叫牛牛，搁唔拄好，搁叫惊一下，着搁较害。我那家仔，哎，伊牛吼，向头前走去啊，所以，即个跨牛即个代志吼，有真大个问题吼。啊，搁一个问题就是讲，阮野草囝去挂草的时阵，有哪扫着蛇。啊，我只做一个连接，就是讲，迄边花草较用较旺吼，好穿草茎啊来甲扫，因为这边头差不多牛拢食到要空啊嘛，啊那边头较挖田那边的草拢较旺，食袂着嘛，所以有阵时我哩夹草茎夹扫，啊无伊扫到就要抓，可怜双等。哎，你这个，因为你拄只无解说这个过程，你随念落，人袂迄落袂感觉啦吼，你再搁念一个，你讲迄个。我过来念一遍吼，大家感觉，番仔糕的感觉吼，讲阮家后壁番仔糕，狗仔水真喘闹，鱼啊虾啊一大阵，蚕豆拉嘛真高。阮若牵牛去过夜，顺耍好食草，迄边花草有较旺，好穿草茎来甲扫，扫到一尾蛇，可怜煞断头。这个所在。我讲餐桌，为人讲餐杯，或者是个所在讲无同款哈。啊，翻啊高，弯弯桥，翻啊路转摇头，看牛囡仔哪去盼，骑牛赶路用过走。牛岗今早变起浪，隔壁阿辉啊挡袂牢，半一日袂顶袂动，四脚很开开，遐嘛死翘翘。哈哈哈！哈，安尼听真啦吼。嘿，有啦，有嘿。所以讲，咱伫个咱的成长的过程内底，啊，我即嘛知影讲，哪会讲哦？卖咱先讲咱台湾人，你去到这个海外世界各国，啊，无论你伫遐住是豪宅生活，拢几啊台车伫遐在迄落，啊嘛过到幸福快乐、有钱佮自由的社会安尼。但是哪会讲拢思思念念，就是故乡，较安怎嘛爱爬转来看故乡安尼吼？底心肝内底底怀着这个讲，较早有讲甚物归于返乡咯，乌名单冲断的，明知知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就安尼佮拼转来，就是讲这个故乡，就是这个。你即马这个诗内底咧描写的遮沓沓滴滴遮小项的代志，互咱连接做讲咱大汉的时阵成长的迄个过程内底，丰富你的生命，互你的生命会当讲安尼，遮尼啊充实安尼。啊，咱嘛即马嘛阁反倒转来讲，因迄啰中国人，互国民党掠过来的迄阵人，啊，伊掠过来迄阵人呢？伊无论讲国民党，互咱台湾人细菌，即马阁无讲政治，这甲政治无关系吼。国民党着两支脚叶子副省咧赶过来，啊伊但是伊对伊迄带过来遐个中国人呢，拢总用咱的细菌，伊占村的占的，阁逐工阁伫个遮在甲咱敲。吼、哦，啊敲着是讲饲因遮的即阵，但是因即阵伫个遮，无论讲住豪宅。食偌好，领偌济钱，生活无顾虑，无安怎？但是因拼命嘛是要阁拼转去因迄落中国遐，但是拼转去遐阁带袂惯势，又阁倒转来遮，吼用健保摕药啊，啥物安尼摕转去啊，送人也好，卖也好，安尼来来去去啊，伫遐嘛是带豪宅嘛是伫遐钱拢搬搬转去安尼，伊嘛是讲拢会转去，即拢人之常情啦吼。啊，所以讲，咱的这个细汉的时阵，对咱的生命、咱的过程内底，你看，原因真重要。但是我都无你的材料，我若有你的材料，我嘛来将我较早细汉，
我经过遮济代志，我嘛该用写诗写出来。会使啊，你同我试看卖啊。嘿、嗯、啊，有才调你甲试看卖啊，我都未晓。这个经验吼，就是我写大纲话吼，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嗯，虽然我写的吼是。我的经验，但是其实我写个较早起吼，从大江桥、大江湾好大来望啦，啊，要望啦，唔通话吼，想话暗上不贵啊，这是有影的代志，因为想暗的时阵，确实会惊。暗昏啊的时阵，嘿。啊，大部分若要去望啦，望啦照破。我贵啊，惊个喘死。可见了吼，啊，这尤其是吼，闲了贵啊，因为咱人有基地嘛，啊，听讲美国飞机来扫射，有一个掠线伊也死伫遐，因为讲话真快。吼、哦，啊，讲话真深，啊，你也是去遐看飞机来吼，对起遐走，啊，走的时阵，当我跳落去工地吼，但是迄个扫射照常扫着，你跳唔着边嘛，吼、哦，啊去扫着，着不到，也是死角死地迄个所在，所以这个基地吼，就是讲，唔那是遮，因这个死会引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创这个防空壕，有哪些卖炸掉，对啊，吼、哦，所以真侪真侪悲剧，真侪真侪故事，拢是安尼发生的。啊，这些发生的过程中，咱就是，比如讲，咱会听人讲，听许多人讲、嗯，啊，听我阿姊讲，啊，我阿娘在细汉，我出世的时候，差不多拢唔捌啦。但是我阿姊、我阿兄是有经过。吼、哦，像我咧唱部剧的时候，我阿姊种唱唔到。所以讲，若讲咱人拢是有灵魂嘛，啊，死去都有鬼啊嘛，啊，尤其咱民间是俗民信仰。这个拢鬼神，鬼神信仰就对啦。啊，但凡讲哦，看底下雾雾一个安怎，哦，遐有安怎，吼、哦，我细汉的时阵就是互鬼惊到要害去的哦。吼、哦、啊，所以讲啊，咱的昭成兄、昭成老师呢，啊，实在有影啦。我就讲咱台湾人正港的这个台东的乌托克吼，拢一级棒的啦。啊，大家拢安尼遮尼啊敖啦。啊，所以讲哦，咱呢伫这个台语的这个文字也好，语言也好，会当家己写、家己编、家己唱安尼。哦啊，伊今仔日甲咱带来，就是讲伊细汉的迄落生活的诶淡薄啊部分啊，幻化做文字用诗来表达出来。敢毋是还佫有一首嘛吼？啊，我即摆来介绍另外一首吼。嘿、嗯。这首可能嘛是乡土的经验。不过这是一到成年了后的代志啊。我宜兰这个北关吼，各位唔知捌去过无吼？就是北关，什么叫北关？就是较早清朝代统治时阵吼，位于这个台北这边吼。啊，你经过入去宜兰时阵吼，啊经过这个北关，啊这北关就是咧官方底下有派人底下纠调的。吼，就是讲你啊经过遐时咯，经过检查啦。特别讲有飞刀啦，啥有诶卖吼，啊甚至讲要捡水啥，有拢有迄个方便性。所以这个所在叫北关，啊伊有岩礁真大诶，岩真悬诶岩礁，啊遐诶海涌相当诶大。啊我真爱去个所在，即是我终于那把去一遍，去一个遍两遍了后，大人就较接去，啊这是浪花诶爱。那是风吹起浪，海涌就开出花。花蕊开在梦中，一蕊一蕊一蕊无停的开。故乡啊，阮的爱人，啥人会关心你？海涌嘛有温柔，风嘛会困入眠。有时无风浪也起，公道会丢天。敢是月娘月娘你已经移？我望望未醒，深深爱着你。那是风吹破浪，海涌就愈激动。多情的水，向命的山，依然青淋淋。故乡啊，阮的爱人，爱你爱你，永远坚定。海涌海涌，一涌一涌，浪花爱，就是要向前。浪花爱，永远无停。这是一首歌吼，这个感觉本身，有人讲问我讲，写这首歌是什么意思？吼，其实这意思是较深沉，这不一定是讲爱人，不一定讲人，伊是讲故乡，还是这个你对这个中国、这个台湾本身的那个爱。这较抽象啦，嘿，啊，这嘛唔好牵为政治去就对啦，你家己想到对啊，你家己落去发挥就对啦，吼。
那是风吹起浪，海洋就开出花，花开伫梦中，一缕一缕一缕无停的开。故乡啊，阮的爱人，谁人会关心你？海洋嘛温柔，风嘛会困落面。当当当当当当当，有时无风浪也起，讲道会丢天，感谢月亮。月亮你已经已经已我梦梦的情深深爱着你，啦啦滴啦滴当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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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那是风吹破浪，海洋就愈激动。多情的水，向明的山，悠远青林林。故乡啊，阮的爱人，爱你爱你，永远坚定。海洋。一影一影，浪花啊，伊都是要用剑，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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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当当当当当，浪花。浪花，浪花，爱永远无停，永远无停。当当当，当当叮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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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当当，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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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叮当。人足感动的啦！啊，你若是讲用这个，用迄个另外的迄个感觉较抽象的思考的迄个欣赏方式吼，你会当体会到讲啊，咱的这个啊，台语文学家焦成老师，伊会对咱的母语也好，啊是讲文字吼啊。甲伊投入的这个感情，相信讲啊，故乡就是故乡，生咱疼咱的，就是生咱疼咱的所在。吼、哦，啊，伫个遮这都会当，这个感情是永远要讲。你讲要切割，切割袂离嘛，对无？你讲要啊，我即马就来台北住三十冬啊，故乡较早的代志，我感觉啊，迄离我足远啊，吼、哦，敢有可能？无可能嘛，是毋是安尼？对啦，啊，不过对台北人，咱嘛是有迄个感情啦。嘿，啊。毕竟这是我那共款咱来土地啦。嘿，对对对，所以讲今仔足感谢啊，你会当来遮咱，互咱芳芸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甲观众朋友会当来享受另外一种无共款的迄、那个感觉，就是讲咱台语的这个水甲台语的这个歌声，正讲是台湾人所唱出来。啊，今仔足感谢大家甲咱收看。啊，咱电话搁再会。